7月17号下午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。习近平指出，你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，本着对人民负责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，毅然做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择，中菲关系得以重回正轨并蓬勃发展，为两国友好交往作出重要贡献。 中非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，两国发展根植于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，根植于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。中国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，一向坚持与邻为善，以邻为伴。中方始终重视中非关系，愿同菲方一道推动中非关系行稳致远。 希望你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发挥重要作用。杜特尔特表示，感谢中方对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给予宝贵支持，特别是慷慨帮助菲抗击新冠疫情。发展菲中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，也是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的愿望。我愿继续为推动菲中友好发挥作用。王毅参加会见。